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一个人没有内证的功夫，那么他讲经说法就会用自己的意识形态，不是从本性流露出来的。他讲一讲讲一讲就会加入自己的观念，讲一讲讲一讲就会加入自己的习气，就会认为啊这样叫做对的。而且他的权威性也不容许别人挑战，别人劝他他也不能回头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上不去就是他对心性没有更深一层的体悟，所以下不来，大家都恭维他是大和尚大法师，但是呢没有办法达到百问不倒，能够迎刃而解，能解第一地最上圣，所以这个就麻烦，上不去也下不来，卡在中间。说大悟没有，说佛法懂一点也能回答，但是说都接不着，着不了边儿啊，沾不到佛的边儿。为什么不明第一地究竟实相的道理？